微信圣教，微信贤士同修，我们合掌共念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微信贤士，各位师王善知识，天下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真理是一，这真理处处可以见到真理，相对的处处都是充满着牛毛的烦恼。真理就是安心的法门，进而达到心安。要心安，必定要有法，才能心安来安心。所以我们在天地之间，所有万生万物都是在进调和，病也是在调和，生老病死都是在调和，喜怒哀乐也在调和，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所以这些调和的法则就是圣人立教，圣人立的教义就是安心。今天维新电视台啊播出维新天下事，明天已经2000集了，今天当下限1999集，还没有办法将天地之间的人事物一切的凡尘生老病死都能讲完，再过十节也讲不完，那么我们只能把握当下，在眼前发生在我们身边在受惠的安心法门啊。啊，我借着各种的因缘，借着维新电视台的因缘啊，啊，有系统的将天下的事情啊一一的阐述分享给各位。王禅老祖道家慈航的目的就是要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有法。在过去以最近的中华文化道统，中华民族的历史，从5000年前黄帝时代，神龙炎帝以蚩尤三族时代，到现在当下的5000年，民国5000年
这段的时间里面，多少这个尘埃的烦恼事，在唯心圣教所遵循的法门，就是易经。只有用易经才能阐述五千年来中间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年代的相对待，以相对立、相调和啊，这一种人世间的智慧啊，确实我们很难得来了解，必须要有古圣先贤在中华民族在7353年前的伏羲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这是圣人，每个时代的圣人，开始从伏羲氏族圣人，到女娲，哦，九天玄女，这是女娲。到达三族才开始中华文化开始，黄帝、炎帝、蚩尤帝，所以三族的文化一直延绵到当下的我们的21世纪，所以这段时间的时代的法轮、时代的恩怨情仇，只有圣人啊的智慧才能阐述清楚。在本唯心圣教是中华文化道统五千年后的今天当下性啊，道道地地的世界新兴宗教，是融合佛教、道教和人心，我们的中国的儒教三教融为一炉，称为金丹。这既是中华文化，也是唯心圣教的法脉、源流、易经、风水、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将中华文化道统以当下性、科学性、物理性、理论性、时代性的，用当下性的科学文明来了解古圣先人他们的智慧究竟留下来他的真实意义在哪里，而是一个安心的法门，易经、风水、宗教啊，三宝融为一炉的安心金丹法门。
唯心贤士同修，各位双善知识，鬼谷先师开示了，每逢天下有灾难的时候，圣人必光降，消灾化解。这即是人道与天道合而为一。本唯心圣教自从民国71年台湾祖师的慈悲啊，恭请了太极天天龙教主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圣灵光降台湾净土啊，来共转消灾化解法轮。所以本唯心圣教从无到有到今天，即是应了佛家所开示的空中妙有。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要了解啊，天下有灾难的时候，圣人一定会尊天法旨，光降地球，投胎转世，有如印度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就投胎转世啊，修行为国王王子悉达多，也是不大。啊，看到人世间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老病死，所以才顿悟，人在世间上那么多的生死，究竟为了什么？啊，这即是人的矛盾。所以悉达多啊，才出家离开家庭去修行，寻访6年，够山头的名师，要去找到生命的光辉在哪里。但是6年都找不到他所要的，都是表面的外求，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到第7年的一天才坐在菩提树下，既然找不到名师指点，那只有在菩提树下坐的啊，若是不悟，甘愿死在菩提树下。所以当他坐在菩提树下的时候，静静的冥想6年所找的所访的名师，找不到安心住处啊，才顿悟要反省往昔所造的一切的善恶之业，每一样一样拿出来讨论，自我讨论，反观回去自己的过去的行为，也找不到根源，突然间从耳根进来了远远的琴声，才悟了说琴音乐之美，
弦太松了，懒散；太紧了，僵硬，也不好听。那只有就是一个恰恰好，恰恰好，也不松不紧，这音乐才好听。所以从这里作为冥想的啊，导致我导师做反省忏悔过去，我们自己与亲朋好友身边的人所有一切的经过善恶是非，做个非常公正的判断审判自己过去的一切行为。当他审判自己的行为和人生的过程，到了第七天啊，突然间全部反省完忏悔完了，该道歉都道歉完了，心就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之后，由心中像浓浓的火山爆发啊，就自己的灵性飞到空中，一直往天上去，回到无尽的深处，就是大梵天界啊，才看到在天界的如来朋友朱建清，很高兴啊。所以这个佛悉达多啊，这个是如来界，是天啊，这是地，这是天。所以把世间的所有的烦恼做个审判，自己审判的过去是是非非，一直自我反省忏悔，然后回到天界啊，到最后反省忏悔都完了，完毕了，才完全见到的天，光明天。所以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所以人从天上界来，空界来，来到世间了，都是黑暗的世间，充满着贪嗔痴的世间。那么我们要回去，一定要学习放下，放下，反省忏悔，然后就回到天上去了。啊，照着天地立中圣人所悟的教义，就是圣人立教。这是真理，和中国的易经胡须四子，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一来一往，即是真道。学习台湾黎明，言论行动妙地行。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死亡善知识，人都是从天上界，这天上界下来，来到世间，
走了一生都在黑暗里面寻寻觅觅跌跌撞撞来找到这一点我们的灵性。所以啊，我们来到世间这是地为地啊，天为阳啊，是光明的阳，即使都是阳，这是一阴，是一阳一阴，叫做道。人立其中啊，圣人从里面去悟道啊，所以本人在1975年啊，悟了一个道，易经八卦，以人的八字命卦啊，就可以了解每一个人来到世间要干什么。人来到世间是为体验生死一大事而到世间上来，所以我们来世间上命卦8864卦，每一个卦都它有的尊严，而一叫命卦天机啊，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在一段很幸福的百瑞人生啊。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王禅老祖道家慈航，他是妙智圣，有84000个智慧的法门都在我们心中，这个也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智慧，只是我们藏在里面没有开发出来，才走一趟非常非常不健康不平安的人生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要跳开这个黑暗的人生，迈向光明的人生，是等号的，等号的。你就只要来大家学易经，你来学易经了，你才了解到人生来世间上原来有这么多的好姻缘，上天给我们的姻缘都是好姻缘，那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多的恶缘呢？就是我们与人结恶缘啊，与人结冤仇，那我们的一生就会走在颠颠倒倒的人生了啦。所以圣人立教，维古先师王禅老祖是圣人，中国的至圣，当时的至圣用意立人天，时代不同，运年不同啊，易经以周易的灵性修行为主轴，但是到了2500年后到现在来啊，我们的易经叫做实用性的时代性的
三次元六度空间的易经。六度空间有六亲，有我自己，有父母、兄弟、祖孙和老婆、妻财和老公，合起来是六。啊，这是围绕在我们身边。所以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最贴切、最亲近的，都是相互成就。所以当下性的唯心圣教法脉为易经，啊，易经不离生活，生活不离易经，家庭不离易经，事业不离易经，职场不离易经，生老病死不离易经，王侯将相也不离易经，贩夫走卒更不离易经。所以王禅老祖要天下太平，一条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口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的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啊，这即是集我们的唯心圣教，集身集圣，集心集圣，啊的真意。那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传道33年，在当下性2500年前的鬼谷子，也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世间的俗名，修行隐居的名号鬼谷子。那么到当下，啊，王禅老祖的本尊圣灵圣号为王禅老祖，道家慈航了，在台湾，啊，成就了唯心圣教，啊，传授了当下世界和平灯塔的妙法。唯心道藏15615卷，卷卷天机密。这是鬼谷子、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当下啊，因应现在世界的一些烦恼不和谐。所以鬼谷先师才开始我们，每逢天下有灾难，圣人必是光降消灾化解到世间。啊，这即是本唯心圣教的法脉因缘，各位唯心贤士不可不知啊。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唯心圣教安心真经开示了真言：天地立宗，圣人立教，疾病宗教。啊，这即是先师开示的圣教真言。唯心圣教是宗教，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狭隘的宗教。
是天地一切万法悉皆归以一心，才名为唯心圣教。天地立宗，我们来到世间上都在天地之间，无论你修什么法，你是什么神、什么佛、什么仁波切、什么喇嘛、什么阿拉，凡夫走卒都在天地之间，都要尽本分，尽调和的本分。所以我们唯心贤士同修们要理解这个道理，不要念头你一直要超越天超越地，这都不必去思虑，不必思考，我们本来都在天地之间，人为万物之灵长，人是最尊严的、最尊贵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还境忏悔实践，到问心无愧时候，灵性就飞升到达大梵天界的家，本来不想再回来，大梵天界的如来告诉佛陀说，你有这个福报，有天命，必须要再回去世间，将人在天上界都有灵性，都是如来，个人因缘、个人的本愿来世间调和，有的是来知恩、感恩和报恩，有的是来续缘，我们要珍惜世间的一段缘，然后才能结未来生的缘，这些都是真理呀。所以佛陀、释迦牟尼、悉达多就再回来了。要回来的时候大梵天界的如来们要佛陀来世间上告诉众生天上界有如来是我们的家，世间是短暂的，借用世间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我们在世间上走一趟，在这里修行，我们要感恩父母的恩。晚上的时候请佛陀呢就回到天上界，将世间的烦恼、生老病死一切动态回到天上界，告诉天上界的 如来们佛陀呢他来到世间上又回来了，才告诉人的灵性，人的天上界
啊，这即是圣人立的教义，真实不虚呀、啊！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大家本着修行，本着圣人所留下来的尊严，尤其本教，啊，王禅老祖所传的教法是安心的法门，是将世间的一切万法的调和状态告诉各位清清楚楚，不要去换了麻烦，换了烦恼。当我们烦恼越多，我们就累积越多的业力，我们就回不了自己天上界的家。啊，那么王禅老祖道家慈航用易经告诉我们，防患以未然，与其无所生而得真实义的奥面奥理，就是要用义。而易经是圣人立的教，教义而教育，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人做出工作可顺心的道理在这里。而我们在世间上每天所碰到的问题，都是现实面的烦恼，都是现实面的事实问题。当我们患上了世间现实面的烦恼的时候，啊，我们要回到天上界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的身上污浊的太厉害了，我们的灵性被世间的贪嗔痴没有智慧的烦恼把我们压得死死了，啊，你要回到天上世界如来大梵天界如来，或者自己的唯心净土世界，要回去是很困难的啦。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鬼谷先师开示，自古以来，每逢天下有灾难，圣人圣灵必光降世间，转化为世人。加上修行，顿悟印心觉明了，就将安心的法门一一的阐述，啊，告诉我们如何在世间上走一趟，问心无愧，即能回归到自己的自性天上净土，不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么本维先生教
要回去的第一关，南天净土，鬼谷先师开示《天德经》，列祖先灵来从南天，去从南天呐、啊。所以我南天是从这里下来，我们投胎，泥丸宫这里下来，然后我们回去要从这里回去，绝对不会坠入黑暗的地狱。啊，这即是来从南天，去从南天，每个人都一样。这是妙智圣王禅老祖所开示的禅机天机密啊！记住，我们世间的业力尽的时候要回去了，一定要自我警惕，念的口诀，来从南天，去从南天，所以你自然念来从南天，去从南天，就是从顶所回去了。所以有大佛顶所放光明啊，这个真言啊。那我们从这里回去了，你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去那边成就，你可以去，就不必再来到地球世间受轮回啊。这即是告诉我们啊，要做到问心无愧。那么来从南天是乾卦，既然我们从南天啊乾卦来了，乾卦，乾为天，为南啊，接下来就为坤，六段啊，后来对卦，好、啊、离卦啊，再来巽卦啊，这个艮卦。坎卦，一二三四五六啊，这些巽卦有啊，离卦、兑卦啊，这个坤卦啊，艮卦、坎卦合起来为八卦，说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接着我们为各位来讲，所以我们从天上界来，来到世间，即是太极的这阳爻坤六段，这里就有六卦，好、啊，叫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都是在黑暗的人世间。所以圣人鬼谷先师当下传了这个妙法，你六爻六个卦连地卦七卦，你必须要懂得调和法则，你才能回到三阳开泰。就是纯阳，就是佛道。所以我们是要顺着来，要逆着回去。如何来弥补，就是我们接着2001集就会为各位来开示
这是圣人立的教义，王禅老祖鬼谷先师所立的教义。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如何在世间你能做到问心无愧？不简单，你必须要学易经，你才能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尤其易经之后，你要学风水学亦如是。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涉足风雨水光啊的这个调和束缚，若是我们不懂得易经与风水，你要真正回去成佛了还是有困难。这都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的天地立中圣人立的教，即名宗教。接下去我们所要来研究研修的，将会一一的进入唯心圣教安心真经，每一句的真言都是藏了天机密，每一句的真言，每一卦的天机密，都藏了我们每个人自信的唯心净土啊。所以唯心净土藏在哪里？好，唯心净土这藏在啊八卦啊之天机密。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的道理。祝福各位。